今天首次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，来到这个就是经常经过的澳门货馆。嚟到咗咧就係星期六嘅時間，今日由呢個中山咁啊專門咧嚟到咧就係澳門嘅。首先首站咧就嚟到咗呢個澳門貨館啦。因為咧每一次嚟澳門嘅時候咧，坐車都係經過澳門貨館嘅，即係冇時間啦進入到呢個貨館咧就參觀。今日咧終於咧有時間嚟到澳門貨館參觀啦。經過咗咧首層嘅參觀之後，嚟到咗咧就係第三層啦，覺得咧成個貨館咧真係比較好玩有趣。船嘅造型，成個背景牆嘅環境咧，都係相當之靚嘅呢個色彩，因為佢採用咗一個咧就係藍色嘅主色調。其實咁睇翻咧，就係而家電視台嘅新聞背景啦，亦都係多數咧以呢個藍色作為呢個主色調嘅。即係通過呢一個咧，就係背景可以見到啦。呢一個區域咧，就係展示呢一個航海方面嘅一啲嘅科學啦。話咁快咁啊，由呢一個咧就係澳門咁啊過關，咁啊又過翻嚟咧就係拱北呢一邊啦。咁啊，即將會乘坐翻咧就係今日嘅國生專線，由拱北咁前往咧就係中山石岐嘅富業廣場，即係咧就係富州酒店嘅對面嘅。咁啊，現時嘅時間咧就接近咧就係夜晚九點鐘啦。哇！久违咗嘅珠海公交601号巴士啊，哇！今日咧真系久违咗啦，成几年嘅时间冇坐过601号巴士。以前咧信和时代咧601号巴士啦，亦都系从井岸总站、井岸中心站出发啦，到呢个拱北华润万家嘅。但系咧合并到去到咧珠海公交集团旗下之后咧，线路方面咧就有些少嘅调整啦。系啦，咁通过呢个画面可以见到啦，后边咧就系广珠城际啦，就系珠海站嘅。
咁珠海站嘅最后一班嘅发车时间咧就系夜晚接近咧就系11:00。